林导，大家好，我叫朱吉拉潘赞，我叫潘蒂玛皮娇。今天由我们两个人来带领大家参观我们的学校，上学歌，海洋当空照，河对我笑，小鸟说早早早，你为什么背上小书包？我书上学校。天天不迟到，爱学习，爱劳动，长大要为人民立功劳。非常荣幸能够在这所学校读书，在这里，同学们不仅能够高兴的学习，而且还能够学习多种语言。又习中语言，泰文、中文、英文、日文，学术氛围能够让每个学生都受益，学有所成，是学校的办学愿望。是社局办很用很用心学习，学校为有教育二号服务区，校长是水流三号博士，一共有老师十七名，学生215名，学校有许多值得引以为傲的地方。我们将课程四个部分加一加三，主题如下：第一，学校学生代表，是社组校协三阶地刘氏经济公益品华人会中获得国家级奖项。第二，我们的校长谢刘三好博士，他为学校和系数做了很多，还是社署族民和老师以师生心到了日本政府基金融来修缮，学校的教学如教学环境更加有名。第三，学校里有许多优秀的老师，他们认真教学，热爱学生，不断提高自身的教学能力，进而提升各行的教学效果。他们善良、自流、公平、负责任。第四，我们认为我们的学校是这里最好的学校，这里附近环境有名，教学设施设备喜欢，学校就像第二。学权。第二个家，在这里我们知道如何输爱，如何生长，为一名合格的人。但我们的家庭更加和谐，但我们的国家更加繁荣。我们爱我们的学校。我们爱我们的老师，我们爱我们的同学，我们爱我们的学习，我们的演讲完毕。